韩建，哎，你好，是你吗？小茹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是谁？你好，主持人。你是谁？我是韩建。你就是韩建啊？对。你为什么躲在帘子后面不出来呀？我怕让小茹看到我这个样子，我怕她失望，怕她伤心难过。你担心什么呀？因为小茹之前给我说，她如果我今天不来的话，她以后就不交异性朋友了。我不想因为我的自私而影响到的她以后所得到的幸福。我觉得有些事儿隔层纱就好了，虽然网络是虚拟的，但网络上的那种关心，相互的关怀，我觉得这个是真实的。这样也没有彼此相互的伤害，我觉得这样会更好更完美。所以说今天你到底拉不拉开纱帘，决定权在小茹是吗？韩建你出来吧，我想见见你。小茹，我可以问你两个问题吗？你问呢？就是当初你给我要照片的时候，那个不是我本人的，我给的你是我朋友的照片，这样你还会怪我吗？你来都来了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二呢，我会让你失望的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见我，如果你见了我，我怕你会不喜欢我，会讨厌我，反而反感我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见我好吗？我要见你，你出来吧，无论如何我都要见你。不是小茹，我再最后再问你一次，韩建已经告诉你了，那张照片不是他的照片，你见了面之后有可能会失望，虽然你刚才跟我们承诺说即便他跟照片上的人不一样，也满足不了你的外观需求，甚至身体会有残缺你也都接受是吗？你现在确定还要打开帘子吗？真的，韩建，哎，他始终执着的要打开帘子，你愿意吗？好吧，你多大呀？我今年24岁，我叫韩建。你24？对。你骗人吧，你只有10几岁吧？真的，从小缺乏那个生长激素嘛，脑垂体分泌不足，如果打那个激素的话会长高的，但是它会有副作用。
你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他的长相？他给我发过他的照片。发过照片。空间里也有。那我可想而知，那你这一年来的交流，其实你是很想见面的。是啊。但是你怕，你怕什么呢？我又怕他让他看到我是这个样子，我又怕他就感觉又特别失望，又让他伤心什么的。你为什么会拿别人的照片？因为你大不了不给就算了。你干嘛给他一个希望呢？因为当时嘛，她和她男朋友分了之后，我就劝导她，完了慢慢的我喜欢上了她，直到后来喜欢上了她，她给我要照片，我就害怕了，我就想啊，我说如果给了我的照片的话，给了我的照片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她还跟我聊不聊了，我是真是想爱而不敢爱。但是后来我就又想，如果给我朋友的照片的话，也许我们两个还能继续聊下去。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，对不起小荣。这个对不起是要说的，网络本来就是虚拟的，我们更不能以虚假的资料来代替自己。再见。真的特别感谢你这一年多的陪伴和关心，我觉得没有你我可能走不出失恋的阴影。我觉得你真的特别好，真的特别善良。